111年5月26日20:33许，本辖九如一路199号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。经查，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，沿九如一路慢车道西往东行驶，至肇事地点时，碰撞停于路边停车格内之计程车与自小客车。警方到场处理测绘，林男酒测无酒精反应，林男胸部、颈部、双脚挫伤，送医诊治，伤势无大碍。初步分析为未注意车前状况，详细噪音将由交大进一步分析研判。警方呼吁用路人夜间行车时应注意车前状况，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，遵守交通规则，避免疲劳驾驶，保持行车距离安全。